师。那我今天要讲解的曲子呢，是英国皇家 Gregory 的 B1 考歌。那这首曲子是一首非常抒情以及浪漫的小曲子。在进行详细的讲解前呢，我会告诉大家，它的主要旋律呢，其实是以每四小节为一组，并且进行不断的重复。所以呢，我们只要掌握好以及练好这个主要的旋律，基本上这首歌就可以很好的掌控了。好，那这首歌呢，我会分成三个练习的点。第一个就是你的大小声要发得非常明显，第二个就是你的弓子的分配运用，第三个就是你的句子的收尾，尾音呢要收好。基本上你只要掌握好这三个点，那这首歌就没什么问题了。好，像第一个，我们首先呢看这首曲子所有的大小声有些什么。比如说它一开始是小声的，那我们就要把弓轻轻放在弦上，并且慢慢的拉，弓速要非常的慢，就可以听到它是一个非常小声的状况。那如果我们要拉 forte 它的大声，我们的弓速就要非常的快，贴好然后快快的拉，我们可以听到它是一个非常饱满的状况。好，再来是渐大声以及渐小声。比如说渐大声就是从小声到大声，所以我们的弓子要贴好，慢到快的去拉，慢快慢快，这样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渐大。渐小反而是渐小，其实也是一样，就是从快的弓速到慢的弓速，快慢快慢。好，那我们基本上就掌握好了大小声的练习效果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要看的就是弓的分配。我们在练习每一首歌呢，我们弓子都要进行一个分配。像这首歌它是一个非常温柔的歌，所以呢它的弓子就要非常的用的非常少，因为它一开始是小声的，然后有所渐强才开始拉多一点，渐强，这样我的弓子有快有慢，有多有长，就有多有短，这样子呢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感受到这整首歌的一个音乐起伏。因为同学们很常犯一个错误，就是把弓子拉得一样长或一样短，比如说弓方式就会变成很僵硬的一个乐句了，所以我们不要，我们要练习有长有短，一开始是短，然后长，长短，我们要进行一个分配。那在家里练习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就是先不按左手，先拉右手，短长。弦的方式，当你可以很好的掌控弓子的那个多跟短，那你就可以再加上你的左手按弦动作。好，那接下去呢，最后一个要点就是我们要如何把尾音收得干净。比如说每四小节为一组嘛，那我们就看一下第四小节、第六小节，我们看一下第六小节的。你看我有进行一个收尾的动作，收，轻轻的上来，然后再进行下一个句子。好，基本上呢只要我们有掌握好这三个要素，基本上这整首歌就可以很好的去掌控了。那大家加油吧。